就是的吧，这晚上已经到阿娟那个餐厅，冠宏。冠宏跟太太主持的一家很高级的日本料理餐厅。你们那次刚烫头发，对不对？不错啊。哎，为什么你那边有音乐声音？为什么有时候有音乐声，有时候又没音乐声？这次的音乐就是叫Brazil Project， 啊，石门和平东路上面的一家咖啡店，自己烘豆子，自己调制咖啡。看到工作室对，他的咖啡机泡出来效果很棒哦。是美国 order 的，把他带回去的。对 ，Bologna 请我们吃晚餐。哇，看到我们这样狼吞虎咽，他很紧张，一直不停的 order， 忍气吧。哎，这时候你爸妈已经回美国了。对啊，这时候我先带着三个小孩子回美国，让陈瑞有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对，这晚上走在敦化靠安和那一带拍那边的夜景，这好像是在通化街拍的。我在工作室里面拍，用了100 macro。这只好像是我那张爱展人刚修好，不是修好，对，刚修好拍的第一张。这在大哥夏洛特咖啡，这就是夏洛特咖啡的老板。他那时候有一些展览品要去展，另外这是晚上跟苏玉峰他们到师大路，也是一个以前在夏洛特一起喝咖啡的朋友，在那边开了一家专卖比利时啤酒的一家餐厅。那天刚好隔壁有很多围坐这些老外留学生在摆，我跟这张很棒。很酸的，对，我在路上又在抓拍，这都是公车，这样颜色很漂亮。我想他们这应该是在拍戏，红场，西门町红楼，不是红场，红楼，他们应该是拍戏的道具吧。那辆车子忽然抛锚，停在路边。这是红楼里面。因为 Randy 很喜欢帽子，经过帽子店拍一张。这张是在基隆晚上回来的，空气很脏啊。好啊，跟张老师跟王宗珍现在叫什么？王喜珍，到101里面去。他们也是第一次去，然后晚上老师又带我们去美丽华。啊，这是一家蛮奇怪的店，跟苏玉峰去兜风啊。苏玉峰他用他的重型摩托车 Triumph 带我到北海去。哎，这位先生好可爱。这个是早餐，在路上专门给那重型机车经过休息用的。那这两张都是爱展的，差不多过了中午又回来。那天晚上就到国昌家了，这是小高，他在玩他的那个 Rico。努也长大了，努跟 Jerry 的年纪是一样的，
在努努的妈妈，小妹妹，装酷。